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施政报告之质询。我们接下来请刘委员四方质询，询答时间为30分钟。谢谢副院长，可不可以请行政院长林权？请林院长。刘委员好。院长你好，辛苦了。我今天听到你跟各位委员在答询的时候呢，可以了解到说您现在已经展现出这个一个内阁大家长的一个风范哈，那也慢慢进入比较好可以发挥您在拼经济的长才，那但是也会碰到目前有一些困难哈。那我想来跟你探讨一下哈，第一个就是前两天我们观光业者上街哈来抗议。那很有趣的就是说，观光业者上街，他们不敢要求的一件事情，以及中国大陆在协助这些所谓的这个观光业者呢，也不敢讲的一件事情，就四个字，叫九二共识。好，那我们的这个内阁里面呢，也不敢讲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就围绕着这个观光业现在很惨呐，好，然后很多人都碰到一些问题。但事实上，观光业比较惨的，只有在针对大陆观光客的问题哈。那今天我看到这个报纸上面有一则讯息，跟中国大陆的这个观光客相关的，还有另外的其他东南亚的国家，譬如说泰国，泰国的总理呢，他请他们泰国的观光警察做一个大魄力的整顿，就是整顿所谓的一条龙哈，把所谓零团费这样的旅行社这样的业务呢做大规模的整顿，已经没收了数十亿的泰国币，然后已经有查收大约是1000辆或者2000辆的游览车。那未来我们如果要整治这个观光业的品质提升的话，院长你有没有这个魄力可以跟泰国来学习？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对于这个零团费或者是低价的这个团啊，我们是希望我们是原厂不会让它存在，或者说我们会用各种方式让这种情形不会发生啊。对，但是我们现在的执行方法是什么？因为我也听到我们的交通部门也提到说，希望可以提升我们未来的旅游品质。那针对零团费或是一条龙，最后所有这些资金呢，其实都是回到中资或港资上面。我们在高雄听到的笑话，就高雄在卖钻石，是蒋介石以前带来的。高雄哪有钻石？这都是中资吧。我们台湾赚的最多了，大概是只有卖凤梨酥吧。所以部长，如果你碰到泰国可以做这样的处置处理的话，我们台湾能不能有这个能力做得到？首先当然这个里面我们还再来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整个的这个处理的依据，不过我们的精神方向是一样，就是对安全的重新的来保障。所以最近像游览车业者在埋怨我们对他们检查太严，但是我们绝不放手，就是在表达我们对于过去大家担心的这个安全这道防线，我们不可以再放弃了。关于零团费或者是其他旅游品质的部分，我们现在做法是这样子：第一个，当然是针对就近他们来这边消费的结构。假如说晓得说像这个购物所占的比重是这么高，那么这样的话就表示说它其实是集中在哪些点去消费，就像您刚刚提到高雄产钻石这样一个情形，这些地方我们就会针对这个地方来做加强的查缉，也会使得如果他在这里面靠高的回扣来支撑他的旅行团的话，这些团我们就列为黑名单，这样的事情我们会继续来做。那也对于可能需要做转型的一些业者或者是地区，我们也在我们的将来的这个辅导做法上面针对他们去减少他们在这个时候冲击，也使这样的一个事情一方面去杜绝一些品质不好的安全有疑虑的事情，但是同时间也来纾困，帮他们去度过他们该做的转型。是因为所谓的零团费其实就是打零工了，赚的是血汗钱哈。我不希望我们自己台湾的业者呢一再重蹈这样的覆辙，然后所有的观光的红利其实都是在中资或者是在港资，好吗？好，谢谢。好，那同样的道理啊，我想在我们新政府有提出新南向，包括亲民党还有这个国民党都有提出啊，我也会有一些疑虑了，要请院长来跟我来回应一下哈，这个新南向到底难不难哈？你今天有回应，就是新南向政策在目前所编列的预算书里面呢，提到的是42亿。部长您请回没关系，好。
那这个新南向的政策启程呢，真的是我们去找出来以后呢，从内政部、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经济部、交通部、劳动部跟农委会，包括到原民会，总共加起来真的是只有42亿哈。就新南向政策呢，这个打的这个名号非常的响，可是呢，你在第一年编的这个预算呢、啊，第一年真正由民进党就是由林权院长编的预算只有42亿，那其中超过10亿的只有教育部的10亿跟经济部的15亿3000万哈。那我看其他的部位看起来都有点是，哦台语叫问导游啦，啊非得都是中央有安尼讲，所以来导游就问一下哈。所以有关这个部分，我想来请教我们的国发会主委。您在新南向政策上面，不管你是从风险分析哦，因为我们不希望所有的这个我们的经济发展的风险都放在一个中国大陆。那这个新南向，我想三党都会同意这样的方式。可是我们在吹响这个新南向号角的时候呢，看得出来其实很像是拼拼凑凑的哈。所以我就直接问一下，请问一下新南向，在你假设说你4年一起来看的话。你预计你在国发会的这样子的一个层级里面，你希望创造多少的 GDP， 可以让新南向真正加惠给我们台湾，然后真正让我们的林权内阁变成是一个拼经济的一个内阁，可不可以请陈主委来回应一下？是，刚那个委员报告啊，确实因为这个整个推动工作的内容哈、啊，在最近才定案了、啊、哈，因为它内容实在是非常的多。所以细项的工作计划都是最近才定案，那所以就是说，真正刚刚讲，就是说像这个10亿是完全新编的哈，那很多部位的预算都是在现有的原有的预算里面去调整，希望它为什么是这样子？我想要请教一下，除了你说新编的预算，坦白讲啊，我们整体的税出总预算如果是高达1兆8900亿的话，是42亿其实叫做杯水车薪哈。当然呢，这里面可能我们的政策导向不明确哈。但是我们的拼经济的价值目标以及风险分析是非常明确的。那既然已经由国发会要开始点火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办法在国发会召集各部会，在处理下一年度新的预算或是概算的时候把它说清楚讲明白？结果送到立法院的规模就只有42亿的新台币。42亿的新台币，任何一个县市政府的规模都没有这么小。更何况我们面对的东南亚国家的新南向的国家是非常的多，小则是10个国家，多的话可能到达将近19个或者21个左右。那你编42亿，真的不止杯水车薪嘞，我看可能是一块盐巴融到海水里，这样能够做到什么呢？那我不晓得我们自己国发会主委，你那么多的经济幕僚政策的一个主导者。你希望怎么主导下去的时候，为什么编出来是这么少的分量？是还是跟委员报告，就是确实是因为时间差的关系哈，所以今年度没有办法列出更多的预算。但我想明年一定会，因为整个工作的项目都非常清楚之后，这个明年的预算数目一定就可以大幅来增加。我当然知道你会讲明年会编多一点，所以我就问你，如果我用4年期的话，你希望创造多少 GDP， 或者是你可以平衡多少我们在输出入上面的这个经济上面的赤字？是，现在就是说计划项目确定之后，我们就会每个项目来定那个。我不希望你讲的这个模模糊糊的东西哦，院长，我要跟您报告了一件事哈、哦。当然，在野党会觉得说，我们现在新上任的这个内阁只有100多天哈、哦，大家都是还在期待，还在观望。但是呢，我所在的这个中南部，很多中小企业哈、哦，或是很多这个劳动阶层的人，他们很希望新政府有拼出一番成绩。他们的观察期只有比现在的时间再多一倍而已。好，那如果我们没有任何比较可以吸引人的亮点的政策出来的话，其实是很难服众。好，这样子会对我们执政党的人有造成相当大的这个压力。所以我还是一再希望，如果我们把新南向当成是真的一回事，而不是当成只是喊口号，那真的一回事，你端出来的牛肉在哪里？我们真的是没看到。好。我为什么要这样提到？就是说，我觉得国发会需要多加油。好，没有那个没有那样子的一个企图心，没有那样子的规模经济出来的话，不会让人觉得新南向是推真的，好吗？好，先请回。我先要问一下，好，就刚刚的几个部分，譬如说，我们认为是新南向的这个国家的客运量，哈，各位可以看一下，从2014年开始呢，新南向国家的大概都是以机场为主，它其实在慢慢往上升的。
从2015的下半年到2016上半年，其实有增加30万，也就是说它的来客量或是我们去观光旅游其实是在增加当中的。那它能不能确保持续成长，我相信我们的交通单位或是我们国发会里面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能不能持续成长，我们只能说有可能会持续成长，而且它的成长趋势大概是 9.5%。 那我们现在怎么配合这个成长趋势呢？我们的航班有没有调整？我们的机场容量够不够？这个部分到底我们有没有在处理？好，我们请贺成部长来说明好吗？我想这个部分确实在现在如果完全只靠一个桃园机场的话，您刚刚提到一定是困难的。但是我所了解的，像比如说高雄最近他在他的整个不管是班次还有他的班机来讲的话，其实都已经有10%-20%的成长量。我们也相信它的地缘关系以及它现有的空间跑道容量是足以来担负像新南向的一个新的基地。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在台湾比较居中的这个位置呢，虽然最近的威航它在这个廉价航空公司的市场上面有这个暂停的情况，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台湾在用这样的一个中短距离的廉价航空公司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基地呢，仍然是大有可期之处。所以这两项因素加在一起呢，我相信可以使我们的空间配合这些廉价航空公司他们选择基地的话，可以大幅的来拓展开拓我们新南向的机会。好，那贺成部长您曾经提过说因为中客量来的少，所以愿意到中国去推广这个观光旅游了哈。我想同样的这样子的 pattern 可不可以到东南亚的国家，譬如说我们都知道有新加坡旅展、吉隆坡等等，这些其实我们也可以去配合。而且我们不是只有欢迎人家来台湾，我们台湾的旅客也可以往这几个国家来发展。我相信有一来一往这样子输出输入的，不管是人或者是货的时候，才能增加我们经济上的动能嘛。当然，所以我很希望说，虽然交通部只有编列2亿左右啊，我希望能够好好的利用，好吗？好，一定。好，谢谢。那再来就是我想要问一下，也是一样跟外交相关的，新南向政策里面哦，那么多国家里面啊，我们一共有8个国家在东南亚里面，只有10处是有管处的哦。那其他的呢，还有没有管处的地方？我们要不要调整？譬如说现在的柬埔寨、寮国或者我们一般讲老挝哦，孟加拉、巴基斯坦、不丹、尼泊尔、斯里兰卡都没有任何管处。那既然没有任何管处的话，不管是要来台湾或是台湾的人要过去那个地方，有任何商务或是其他的经济的行为，几乎都是比较少。那我不晓得外交部怎么处理这一块。那同时我也去调一下，在新南向政策的若干国家里面的侨团、社团跟侨商组织里面，在东南亚跟南亚地区大概有250个社团、241所侨校、61个台商会。但是南亚6国里面，印度只有4个商会，孟加拉只有1个商会，斯里兰卡也没有商会，不丹、尼泊尔跟巴基斯坦也没有台商投资。那请问一下，我们怎么靠这些外管或是我们的侨外的这些台商组织或是侨外的社团来帮我们来拓展新南向政策？那这个部分其实在我们国发会请各部会来开会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包括进来，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足。也就是说我们国发会在规范这个新南向政策的时候，只有想到跟经济有关的，我怎么样去处理台商的投资的问题等等，这等一下我还是要继续提出来。我想请外交部跟侨委会来回答一下我刚刚所说，现在我们到底有没有规划，有没有调整？向刘委员报告啊，外交部社处啊的考量可以说是多重的。我想当然除了战略考量之外，我们必须要考量到这个实际的功能，比如说在当地商务的量、当地的侨胞的量，还有当地的这个当然政务的量是最重要的考量。那目前呢，我们在东协国家10国中间只有8个处，另外2个呢，当然我们也希望在积极这个争取中，当然实际上呢的的确确也有一些困难。在南亚的部分呢，过去呢我们除了印度的2个处之外，在斯里兰卡、在那个孟加拉后也都有设处，后来因为各种的原因呢也把它撤掉了。那当然现在有新南向政策的一个大的政策方向，我们呢一定要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调整。所以说这个公文呢已经在我桌子上了，
那因为最近我也趁着立法院休会的时候到处走一下看一下，也实地的了解这个实际的状况，我想我们很快呢会做个决定，在我做决定之前呢，我会向刘委员做报告。好，谢谢。那请侨委会来报告一下好吗？西南向政策其实还有一些我们海外侨校跟来台侨生的部分啊，这也是人才交流的部分。但是很可惜，我们的侨委会仍然没有办法实质上去掌握现在来台的侨生，或者是我们在海外侨生的这个培训的数目字哦，所以我们这个数目字不一定完全正确哈。那请问一下，我们的侨外政策里面这些有要增加吗？还是没有要增加？跟刘委员报告哈，事实上我们侨外会已经规划了，就是说我们明年要招收的这个海外青年技术培训班哦，学生人数会从今年的1200个人会增加到1800个人，1200个增加到1800个，所以这那也是集中在我们新南向政策的东南亚国家，还是南亚国家，还是几个离岛的部分？主要在东南亚国家，包括这个越南、马来西亚、缅甸这三个国家是我们的重镇。那另外这个菲律宾也是明年，因为他们的学制跟我们台湾也会接轨，那慢慢的菲律宾也是我们要这个着力的地方。好，那我希望说可以继续加油，那同时我也要请求一件事情要说清楚讲明白，我们都很希望很多人到西南向这个地方去投资，可是我们的司法互助跟投资保护的部分非常的不好，大家都历历在目的是上一次越南投资的时候，我现在不是讲台塑，是最早之前的这个排华暴动，那你看看我们叫人家去那个地方投资，结果我们的司法互助到目前为止只有菲律宾是刑事，越南是民事，那我们的投资保护呢，目前只有752件投资384000万美元，所以我们叫人家去这些地方投资的时候，我们的台商没有任何投保协议耶，这些国家包括有柬埔寨、寮国、缅甸、汶莱、孟加拉、斯里兰卡、澳洲、纽西兰，没有签订任何协议的新南向国家，那我们怎么发挥新南向政策呢？我们吹这个口号这不是空的吗？叫人家，你要叫人家带着钢盔上战场，人家愿意基于说爱护台湾要分散风险可以帮忙，结果你是叫人家赤身裸体到那个地方任人宰割，难怪有很多不管什么发生什么状况全部都一律都送往中国大陆去，怎么会这个样子呢？西南向政策也应该包括这样子的，我们的银行的资本资金能够过去，我们的司法互助，我们的很多投资保障协定也希望能够签署啊，那结果也没有在我们的国发会里面提到这个项目。跟刘委员特别说明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因为这些国家非常多，并不是每一个跟我们都有很好的经济关系或政治关系，所以我们会在这里面做评估啊，并不是每一个国家我们都会漫无目的的，我们会锁定几个比较对我们愿意友善相待我们的投资和经贸关系的国家作为优先的考量。是，我知道你会有所谓的优先次序，但是我刚有特别提到司法互助的部分，在西南向政策之真的是只有菲律宾跟越南。这个部分即使没有西南向政策，我们当然也希望跟这些国家去签订有关司法互助，可能要继续加油。对，但是这个部分呢，即使签了司法互助，还有很多环境要改善，所以我们现在呢，像您刚刚所提的这几个国家，目前来看呢，在优先性上来看，可能都不会因为有这些没有签署这些协定的关系，我们都会把它放在最优先，都不会。都不会还是都会？不会，目前不会把它放到最优先来考量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对我们友善的愿意跟我们去签协议愿意促成双方对我们新南向政策有兴趣的国家我们来就这个部分来谈。是啊，院长您刚提到说会对我们比较友善的国家，所以在你的心目当中这些友善的国家的排行榜已经出来了吗？其实我们就是还没有嘛，当然是一个动态的考量了啊，就是因为很多国家对我们的新南向政策是表示有兴趣了啊，那么当然我们也需要再跟他们做进一步接触和讨论，但是目前呢已经有一些有一些接触，而且有些国家其实我们没有讨论新南向政策的时候，其实对于台湾的在他们的这个整个战略地位里面他们考量其实也在改变中。那么这里面确实是有一些迹象，就是说可以看出来有些国家是希望跟台湾加强经贸关系的。是，那院长你可不可以就是说比如说到今年底或是到什么时候至少你选定三个对我们比较友善的国家先去谈，可不可以？其实我们已经有几个考量，比如举个例来讲好了，像那个昨天不是印度就有跟我们签一个协议嘛那我们是这里面都是看展现出每个国家，当然如果说是那就看别的国家怎么来看待跟台湾的经贸关系来考量。
好，谢谢。那三位部长先请回哈。那再来，我还是一样哦，提到有关于这个台商保障的部分了哈。院长，你知道，如果我们有要到国外去这个投资的话，除了自己要有资金充足以外，我们台湾有哪一些经费是可以协助？经过什么样的银行可以帮忙的吗？理论上来说，如果说是有，如果有信用卡，照理讲，他的信用卡应该是可以用的。信用卡可以用，不是旅行哎，要投资哎，你用信用卡可以100万、200万美金这样过去啊。你刚刚讲是说海外投资是不是？多当然啊。哦、海外投资有第一个有一个输入银行啦啊、哦，那么第二个就是华侨信保基金，就以前那个侨友会下海外信保基金啊，对对对，海外信保基金。好，我就跟您看一下。海外信保基金现有方案有个叫东南亚专案啦，是以200万美元担保金额啦，但是仅适用14国，哦，并不包括纽西兰、澳洲、尼泊尔跟不丹，所以信保基金也要再检讨啊。然后我同时可不可以跟你，当然信保基金它的上次的用到的地方就是2014年越南5·13的排华暴动，但是当时我们支付的不太多哦，我记得也是几百万左右而已哈、哦。那所以表示说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当时可以帮助真的在那边受到伤害的这些越南的台商。可是我要跟你讲，中国输出入银行你有提到，那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半个是属于这方面的协助跟帮忙。或者是说曾经有帮忙过，可是也不是太多，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请我们的财政部也好，或是侨委会，针对海外信保基金，或者是说新南向政策这边，如果有兴趣去的台商，也可以提供这样的机会，让他们做在投资上面的一个，等于是母国上面的一个保障，可以吗？这个部分我想我们是不是刘委员您的意见，我们请侨委会跟财政部啊，分别去就您刚刚所提的部分来做一些适当的规划。哎。那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评估好吗？因为这是空的。给乔委会三个月给你们评估好不好？可以。好，好吗？信保基金还有中国输出入银行，好吗？好，谢谢。好，谢谢。好，另外呢，我想请那个文化部跟卫福部了哈。为什么我会提到新南向政策不会是只有点火在经贸方面？其实台湾可以输出的不是只有这些。我们其实民主价值，譬如说民进党中央党部有办了一个南亚的亚洲民主论坛，相当的不错。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文化上面，我们文化上面是不是有比别人更强的地方可以推广这方面？我可以提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譬如说我们的文化部门呢，或影剧部门啊，曾经卖到国外去，包括中国或是包括东南亚地区的其实还不少。好，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新南向政策里面也是协助台湾的影剧事业往东南亚国家来发展？是，委员这个建议非常好，文化部我们现在已经规划在新南向政策里面来强化影视音的新南向，就希望让强化我们台湾影视音产业能够输出到这个东南亚。好，那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我们会在整体影视政策重振的整体政策里面把这个面向的市场把它积极纳入。对，因为我了解台湾在影剧文化上面其实有它的优质的部分，那不会把所有的市场全部都看在一个中国大陆，好像觉得说只有中国大陆人懂中文，那为什么我们可以看这个八大这个美国的这个英文的电影或者影剧有翻译就可以了嘛哈，而且你可以知道东南亚国家的影剧或者甚至其他的综艺节目并不是比台湾来的强哈，那如果我们可以用这样来协助台湾的这些相关的影剧事业的话，就不会说觉得说好我们市场很窄小，所有人都一窝蜂都往中国冲，那到后来觉得说我们的影剧业的人都一直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我们的影剧节目、我们的影歌星等等这些都不能往外发展，我想这也是我们在分散风险上面可能文化部可以协助的地方了哈。那同样的道理也是一样，我想问一下卫福部哈，卫福部在以前呢，好几任的这个院长、好几任的总统都有提到，我们希望呢也是开辟我们的国际医疗市场。那在你的新南向政策里面，你曾经把这个部分当成是一回事来做检讨吗？还是凊彩有来的来，不来的不来，不要紧？有，第一个就是智能医疗，第二个就是生技产业。生技目前最积极的就是我们的学名药，他们已经组成了这个要。外销的到南向的这个团队，那其他呢？卫福部可以帮忙他们呢？有，其他其实还有这个我们的牙科、我们的骨科的医材是非常有名。那这个部分呢，我们部可以帮忙的，先设一个 demo center，
让国外的买主来，让我们的医生自己用。这个是属于，对，这是属于医疗器材方面。那譬如说，我们常常以前啊，为了推销台湾的这个自由贸易等等这些，或者是甚至在结合观光产业政策，譬如说医美的部分，哈，也是相当的强哈。现在我了解，好像很多这些市场都是被韩国抢走了，哈。那为什么不把它抢回来？所以是不是卫福这边可以协助其他的这些医师协会啦等等哈单位，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观光业者一起啊开辟这样的市场，旅游哈兼医美等等是可以一起合作的好吗？我是觉得卫福部还有一种，譬如说我们的疫苗。好，台湾的疫苗不是只有在台湾可以使用，东南亚国家跟我们一样，哈，有这样的困难的部分也相当多，其实也可以协助一下，好吗？好，但是我看不到卫福部有编列任何预算啊，所以是不是请那个部长回去可以多斟酌一下，好吗？好，我们先从怎么样开发比较好的市场，让我们的医疗相当品质、相当不错的，哈，可以把它输出到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我当然不是说十几二十个国家都一起来，几个大的国家，也许是印尼，哈，也许是马来西亚。好，这也是一个重点，好吗？好，谢谢。那再来，我想请农委会哈，农委会最近很不错的部分就是说，要组一个台湾队了哈。这个台湾队针对我们要到西南向那边去，到底是以什么为主？是以输出为主还是输入为主？哈，是不是可以请农委会的主委来跟我们报告一下，好吗？好，谢谢委员哈。我们台湾从过去的底子，跟东南亚国家的这些领袖，他们很早就在台湾学习农业，所以我们的农业有一定的影响力啊，特别像马来，那么这个印尼，那么现在还有泰国，特别是泰国从台湾学的非常多，而且很进步。那么我们要必须要考量到说，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优势？他们已经有了优势，所以我们是想，除了大家想要说把我们的某些产品要销出去以外，事实上在跟东南亚的产品是要选择的。那么我们比较倾向于，因为大型的机器是日本、美国、大陆的天下，所以我们的农机就是要推动我们的小型、中小型农机。在这方面是非常有市场的。是。那我们的肥料在生物肥料跟生物农药方面，大概我们在全世界也算是领先的部分。那这个区块，要肥料的登记或者是毒理试验，我们正在加紧在办理。那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能够在东南亚站稳市场。是，那我希望主委可以在多项的这个场合里面多哈，把你刚刚讲的部分哈，再能够多宣传哈，因为外界会觉得说我们有组织一个农产开发公司哈，就是要组一个台湾队，然后把台湾的这个小农的农产品送到这个地方去卖，那这样反而会压缩到我们自己农业哈自己本身，譬如说的收益了哈。其实不对的，但你刚提到小型农机，这是我们非常强的部分，也许农委会也必须要在西南向真的提出我们优先可以做到的，现在就有现成的技术可以帮忙的，那这个部分呢也可以请主委来多多宣导好吗？好，因为第一次听到这个部分好吗？好，好，非常谢谢。那院长，您刚听了那么多部会里面跟您报告有关西南向他们的规划的走向的时候，你有什么样子的想法？你觉得你的阁员里面做的够不够？需不需要再加强？所以我刚刚讲的意思说，其实我们有很多新的计划啊，只是说因为一刚开始嘛啊，所以这些计划也许它的规模和预算啊，并不见得是那么大，但是我想只要它能够持续下去，未来成就应该是会有的啊。那么当然。只要是我想我们只要是对我们的南向政策有帮助的具体的计划，我们都会支持啊，要可行的计划。但是我也必须要强调，我们西南向并不是漫无目标的，是所有像东南亚国家的都往外去拓增，这个必须要考虑到每个国家跟我们台湾之间的关系不同，以及这个他所面对的政治压力啊等等等等，我们会做一些审慎的评估和选择。
是，但是我也发现到说我们在评估的过程当中好像没有那么的仔细，没有那么的谨慎。我当然不是说我们一次就面向十几个国家，什么东西都往那边抛，不是这个样子。也许某一个国家是以观光为主，某一个国家是以农产为主，某一个国家是以教育为主，但是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一个 overall 的 picture 出来，所以才会一直问说新南向政策你正式要执行执政团队的时候整个的整合跟设定 priority 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能够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能看出效果来。其实这里面一个最大的效果是人员的交流，这个也许不是用钱的，但是我们希望能够用人员交流让大家能够感觉得到。一方面台湾的新住民他的这个第二代因为这样一个新南向政策他在社会上会发觉它有很多可以发挥的空间。再一方面我们希望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呢能够因为跟台湾有更多的接触，看到更多的人来到台湾，让彼此间的关系更密切，这种稳固是最实质可用的。好，谢谢，我们期待能够成功。好，谢谢。 好谢谢院长。谢谢。徐委员郭永之质询已书面提出，请行政院书面答复，并列入记录，刊登公报。接着，请邱委员亦应质询，询答时间为30分钟。谢谢主席，我是不是请一下林院长？请林院长。邱委员好。院长好。院长，这应该是我有史以来质询压力最大的一次哈，因为好多人都等着看我今天会不会点客委会起来备询哈。那我必须讲，我待会儿的质询内容不会针对特别的部会哈，我想跟院长讨论一下整体我们的这个行政效率的工作。院长，是的，刚刚大家一直在谈您就任100多天，你有没有觉得这一部车非常难开？如果把行政院的整个大架构比喻成一部车的话，你有没有觉得这部车非常的难开？是的，就是我想我们的这个部门呢，非常的多，而且在目前的这个宪政体制下，很多事情处理呢也需要做一些更密切的整合，确实有很多挑战。确实是有很多挑战。那你觉得你有没有信心去处理这一些挑战，或者是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觉得现在所面临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有信心，是我认为就是说当然社会对各界有很多期待啊，但是很多事情呢也许我们不是马上就能看到效果，但是我们确实是有把我们应该有的方向都能掌握得住。我们希望呢这些努力呢能够在未来能够逐渐实现。那基本上说呢，很多制度的检讨是很重要的，如果一开始的制度还方向错误，那即使再怎么努力最后不会有成就。所以我们是其实我们针对蔡总统所提到的这个选举政见里面提到，特别是像一些新创产业的发展那我们其实花了很多功夫。那么这个部分也许在目前看不到，但是我相信呢只要这个方向是对的经过这个一段时间中期的长期的政策呢会逐渐的浮现出来。院长，我同意您的看法哈。我想改革的这个过程是辛苦的，要推动创新的这个过程也是辛苦，然后要把这一部感觉上已经是百废待举的老车重新让它能够好好的上路，能够开得更快开得更远，这的确更加的辛苦。过去这一段时间我担任民意代表这么久以来我也经历过过去的几次的政党轮替，包括陈水扁当总统的时代一直到现在现在很多的民众跟我讲说政党轮替基本上是轮替假的。那为什么是轮替假的？大家会觉得只是上面的政务官换人，只是院长换掉部长换掉，但是实际上在执行公务的还是同样的一批人。就比如说刚刚江启臣委员提到的那几个图，我实在坐在台下有一点觉得不好意思就天下文章一大抄很多部会把过去的东西，当然你们会讲说有一些政策是延续性的，但是就把过去写过的文章弄过的东西可能连一个字都不改就贴上来了。
现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是这样，过去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也是这样。其实类似的情况已经被我抓到过非常的多次啊。我常在总质询的时候，或者是在各个委员会质询的时候，我最喜欢去抓他们这些小毛病啊，因为我知道写东西的都是同一批人，所以写来写去都一样。那你能说你们不用心吗？其实我倒不觉得，只是说很多公务人员的心态得过且过。部长，我想跟你分享几件事情啊，你知道我一直希望所谓的政党轮替不只是把上面的政务官轮替掉，而应该要把公务人员的官僚心态把它轮替掉。部长，我跟你举一个几个例子啊，我最近处理的几个选民服务的案件啊，有一个公司呢，他去跟经济部的这个工业局申请他的厂区在高雄的临海工业区里头，他想要把它变更去盖成综合的商贸大楼，哦，那他呢请了顾问公司去做了完整的规划案，也跟工业局开了好几次的会议，开过了两年哦。这两年里头，工业局不断的要他补正企划书内容，要他补资料，要他修改什么东西，搞了两年。最近他来找我，他跟我说，委员，你可不可以帮我约一下经济部的次长或者是工业局的局长，请他直接告诉我我这一份企划书还要改哪里，或者请他告诉我我这个案子能不能通过，会不会有通过的可能性，符不符合法令。因为两年过去了，他送了无数次的修改的企划书，工业局现在释出给他的讯息是，你这个可能不会过，因为工业区里头不可以让你盖这样的商业大楼甚至是旅馆。那如果不能让人家盖的话，你一开始就跟他讲清楚不就好了吗？给他搞了两年，企划书改了数十次，这是一个 case。 第二个 case， 高雄有一个公司最近跟德国取得了工业技术的合作，所以他必须把他的厂扩厂。那这个公司呢，隔壁正好有一块二点多公顷台糖的土地，所以他就去跟台糖承租下来了。旁边另外有一块大概也是将近两公顷的私人土地，他把它买下来了。他在申请扩厂的过程里头，突然之间他发现他必须做环评。为什么要做环评？因为环保署在2012年的时候，环保署发了一纸公文，说未来只要使用台糖的土地，不论土地大小，100坪、10坪、1公顷、10公顷，通通都要做环评。这东西就吊诡了。他有三块土地，原来的厂房，一个是私人的土地新买的，一个是新租的。私人的土地这一块全部都比零哦，私人土地这一块不用做环评，台糖土地这一块要做环评。他问我，委员，你可以告诉我理由是什么吗？理由是什么吗？只因为环保署一纸公文说，你只要租台糖的土地就要做环评，没有道理。如果它是一个危险的有环境污染的，你当然要做环评嘛，但它不是哦。环保署在2012年发的公文就是，只要是台糖的土地，不管大小，通通都要做环评。好了，他告诉我，如果环评做出来拖个两年，他跟德国的技术合作就不存在了，他的商机就不见了。他问我他该怎么办？那你以为我都在帮厂商讲话吗？没有，院长，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个真实的小市民的案子。两位部长请回，我今天没有针对个别的部会好，所以你们请回这个，不过你们也可以记录下来。林务局在我们的选区里头啊，在我的选区里头啊，号称是最难沟通的一个单位。前几天有一个住在深山里面的林农跑来找我，他跟林务局申请林地的租约要换约。然后呢，林务局说他过去的公寮盖得太大间了，要他拆除，所以他就听林务局的话就拆了。第一次把房子拆了一半，请林务局再上去检查的时候，林务局说：“哦，不行哦，你这个太大，厨房要拆掉。”第二次他把厨房拆掉了，厨房拆掉以后，第三次再来检查说：“哦，连厕所也要拆掉。”
所以第三次拆了厕所。厕所拆完以后，他认为这应该可以合格了吧？林务局跟他说：“哦，不行，你这个屋檐多了10公分，请你把这10公分也拆掉。”他也来找我，他说：“委员，你可不可以帮我约林务局，请他们告诉我，我到底要拆到什么样子，他们才能够满足？而且如果要拆这么多，可不可以一次把它讲清楚？你知道他拆这个房子总共花了多久吗？又花了2年，到现在换约依然没有成功。部长，我今天跟您提的就是，如果政府单位能够简化这些行政流程，能够把行政效率提高的话，人民一定非常有感。我看您的施政报告里头写了这么多的东西，包括你讲公务人员的创新思维，其实我最想了解公务人员的创新思维到底在哪里。你们讲的这么多的创新产业，我今天又听到了这个所谓的三立四挺。我本来很想问你说，部长，你知道什么是三立，什么是四挺？不是三立电视台的三立哦。对，这是金管会的一个方案，它主要是希望能够让这个就是金融业啊，能够跟产业能够有所结合，所以他提了几个策略和计划。好，这些策略和计划都牵扯到法令的修改，对不对？都牵扯到各个部会的融合，不管是金管会，不管是我刚刚提到的环保署，不管是我刚刚提到的林务局，很多东西其实都牵扯到法令的修改，或者部长您在施政报告里头提到的推动留才揽才计划，这个过去我在经济委员会里头不断的质询国发会，过去的政府也讲了他们要留才要揽才，可是呢，我们的国籍法，我们很多的这个法令，入出境管理办法，没有办法让这些优秀的人才顺利来台湾，或者是留在台湾。每一条法令层层互相的卡住。对，那个跟邱委员报告，其实这个部分啊，我们是很认真在检讨，而且呢，有请他们把这个计划拿给我简报。所以我们也确实了解您所提到过去留才揽才的很多法令的规章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也要求各部会一定要去处理。那么这个部分我相信会在很短时间就会看到有成果。部长，其实我觉得哈，您只要要求各个部会简化行政流程，把所有的行政效率提升，把官僚的气息改掉，那我相信你这个内阁会让人民很有感。法令明定禁止不行的，那当然是不行嘛，对不对？法令没有明定禁止的，那到底可不可以？现在的公务人员很怕事，法令说不行的当然是不行，法令没有写不行的他们也认为是不行。所以呢，要投资的，要做生意的，要求学的，要留在台湾工作的，甚至连最基本的要务农的，都面临到非常大的困难。院长，你只愿意把行政效率提升，我相信你的支持度马上会上来，我相信人民很快就会感受得到啊。这个是我们在地方上所面临到接触到最严重 的一个问题啊，官僚气息太重啊。谢谢邱委员指教，我想您讲的 我完全能够理解，而且事实上我们也在努力在做。举个例来讲好了，您刚刚讲的投资的问题哦，其实我在昨天已经跟那个再跟经济部有在确认，就是我们要求就是5亿以上的投资案件，经济部筹审会必须要列管，而且呢列管之后呢，我们会给他一个编号，所有的问题的回答我们在20小时内一定要回答，而且这些记录都会留下来。所以呢，您刚刚讲的问题呢，我们采取单一窗口的方式来 一路服务到底啊。所以我希望呢，透过这些努力呢，能够让这些有所改变，如果再不能改变，我们还来检视它发生了什么问题。院长，但是你也要去留意啊，这个回答的内容如果是民众看不懂的，有回答跟没有回答是一样。回答意思，现在很多的公务人员回复公文，其实这一招很厉害，我常常看不懂他们回答的公文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没关系，这个都有记录在案，所以我只要他们的这个回复啊是敷衍的，或者说是没有具体的话呢，那么其实这个从记录可以看得出来，那我们会有专人来服务这些，只要是我刚刚讲列管投资案件都会有专人来处理。好，院长，我想这个是我们对您的这个内阁的期待啦，也是对新政府的期待，就是说
其实你洋洋洒洒讲了很多东西啊，人民不见得能够立即感受得到，因为很多东西是经过要经过中长期才能看到成效。但是行政效率的提升，官僚气息的去除，这个是人民可以立即感受得到的。如果你能够要求我们的部会首长对于底下的他的部署都能够改变观念，能够创新观念的话，政府单位不是应该站在管理哦，好像把他们都是当作贼哦，一定要严格的去管制他们，而是应该站在一个协助辅导的角色的话，那我相信政府的效能会提升。政府效能一旦提升，人民很快就会感受到你执政的效力啊。嗯，跟邱员报告，其实冰冻三尺啊，这个很多是这个机关这么组织这么大啊，当然我们当政务官人是比较少，但是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努力啊，能够让这个情形呢能够 有在一段时间之后能够看得出效果来。其实我到行政之后呢，我一直努力的开很多会议，都是希望能够在这些方面能够给我们的同仁有这样一个想法和观念，那我也希望给他们的压力呢能够让他们去转达给他们的部署和同仁。那我想你讲的完全正确，就是如何能够让行政部门提升效率是我们今天政府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它所造成的原因也往往也是很多的，所以我们会去努力，而且我们会不断的检讨，看看我们是不是还有做的不够的地方。但我期待呢，就是也要让公务员呢，在一个合理的环境下，让他充分发挥他的能力。当然，我们不会要求公务人员去违法。哦，不是违法，但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我觉得应该如何协助。其实主要是因为啊，就是说，比如讲说我们的审计部啊，或者是检调，有的时候在很多案件认定上、啊、会造成很多公务员的恐惧，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问题要同时来解决。没错。比如讲说像那个采购，为什么每次政府的采购品质那么差？那是因为很多人觉得最低标是最安全的，所以就让很多评分变成这个结果。是，但是利用很多人采取最有利标，最后结果呢，他是公务员就最后被起诉或其他点点等等的这个恐惧之后呢，那他就不敢去做。像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两面一起来处理啊。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些工作是这个，既然今天这个社会今天政府已经到这样一个行政效率地步，那表示他的问题其实非常的多，我们必须要一步一步来处理。可能我们已经在努力，但是也许各位还看不到成果，但我们期待了这个部分我们的努力是不会停止的。好，院长谢谢。那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啦。我想这一部车虽然老但是还堪用，但是我们要如何让它能够更精进，这个需要行政立法共同来努力。好，好不好？谢谢，谢谢。好，谢谢。那我今天的质询就到这里，谢谢。谢谢。报告院会，本日排定质询的委员均已质询完毕，谢谢林院长、林副院长及各部会首长列席备询。现在做以下决定，下次会议继续进行施政报告之质询。现在散会。